Thank you.
是个美丽而危险的女人。初次见面时，她的野心就写在了脸上。我不介意为你扫清道路上的所有障碍，那么你能给我什么报酬呢？
没有课的日子里，我喜欢躺在青草坪上，感受温暖的阳光。天空中飞行的白色小鸟，没有人会注意到它翅膀下的暗色羽毛。勇敢与坚强是从温柔中诞生，我算得上是一个温柔的人吗？小白兔，当能力被怀疑时，你会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证明自己。这是一场游戏而已，相互试探的游戏。什么是正义？应当由女王来定义。你说，对吗？我想要的，从来都没有变过。华丽的宫殿，我将给予尼尼尔存在的全部价值，还有意义。没有课的日子里，什么是正义？应当有。
许有一把神剑，能斩断世间所有不公。听说这是面神奇的镜子，可以照出人最真实的内心。